很多人都梦想在家里有一个健身房，但是受限于空间和预算，普通家庭很难把各部位的训练器械都配全。最近新出了一款自发电力量站，那这个力量站号称一台器械啊可以练全身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测评一下，这种家用的健身器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小巧轻便，不占地方。那这台力量站机身很薄，重量只有22公斤，女生啊也可以轻松搬动。那力量站带了很多配件，方便训练不同的部位。那我先试着用这个蹲腿怎么样？这台力量站是自发电的，利用运动时产生的能量给整台器械供电。那单边是30公斤，比较适合普通人居家使用。而且绑带的设计啊，可以减少对腰部的压力，在家训练比较安全。带上腿环可以练臀，对于喜欢练臀的女生来说啊，非常友好。而且它立直设计不是特别高，非常适合女生塑形使用。换上长杆可以做划船练背，短杆练二头，换成把手可以用来练肩。最方便的地方是啊，这个按钮可以一键调节重量，不用像健身房一样还有手动扳片，省时又省力。如果你自己不会练，也可以在 APP 上跟着课程练。这台器械看起来很小巧，但它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几乎集结了龙门架、划船机、哑铃、杠铃的所有功能。那单测30公斤的重量，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，这个重量足够了。那如果你也懒得去健身房，想在家里配置一些健身器材，那这台 RH 的力量站还是很值得入手的。